医生从来没有教鼻喷剂正确用法，大公开。其实我不希望说留到后面去，因为刺激到咽喉真的很不舒服。好苦哦！尤其是小朋友的话，假如说他刺激到咽喉，他下次绝对不会给你喷了。对，怎么样做呢？哦，今天晚上九点，现在才知道。